14包，非常好吃。然后它一包呢可以分两次，因为它分量非常大。重点是它是鱼胶原蛋白做的，胶原蛋白呢就是随着年纪会慢慢流失嘛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每天补充，一天最多就2包，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要吃哦。感谢我们的社光胶原蛋白赞助，我是代言人。欢迎收看大家最爱的虚蛋蛋时间，虚线这是我们两个人出的新衣服，有黑白两色，大家可以自行选择你要什么颜色。是的，然后尺寸很多很丰富，如果你要三菜哦，还是有的哟。偶尔出门你怎么上讲话？还比你重。啊，你为什么不下水啊？啊，我就那颗来哦。你想要红红的吗？我想要看红红的。那是血在流，那不是血中红。别考。你讲一下你最近到底在干嘛，好吧？为什么一直消失，然后这么难联络？哎，我最近呢有想要出一个香氛，推出的时候会跟大家说。随时关注他。对，随时关注一下啊。那我们今天要欢迎这个正妹呢？你应该不认识。我不认识，因为我也是最近才认识他。你最近来是认识他，然后你就可以凹到人家来上你的温泉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要出写真了。哦，我喜欢，想看。然后他身材非常好，我们直接欢迎我们的真心。消费者可以吗？那你最特别的地方是在哪里？我
是李生，就是那个他有点算司仪，然后就分香蔬果，就是香花茶果这样，然后接驾，接神明，接神明，对，就是绕境，很特别的一个职业。他做的事情完全反差太大，很端庄，然后私底下这么哇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庙会心中会看，完蛋了。好，我要问一个问题喽，来，
抽到的话就可以把这一本带回家咯，签名，然后六月份要签名